给宋贤哥加油，加油！我们给耀文弟弟加油。使出独孤九剑，这咋使啊？护着脸，护着脸，越靠越近。攻击！哇！哦！我出来有那种气焰特效。哇，好快！哇！他们手长，天哪，反应能力太强了。我是想说刘耀文到底是学什么呢？耀文到底是学什么呢？对、啊、我们这一轮要恭喜的是刘耀文。这昨晚开房啊，年轻呢、啊、对啊，快又高又快，他是打篮球的，他手很长。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梁家辉盟主队获胜、yeah! 各积一分、yeah! 同样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表现非常棒的惠英红盟主队。盟主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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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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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手啊，握个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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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的队员做游戏实在是太拼了，所以我要奖励他们。我要用这个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来炒菜，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小炸鸡压炸的才够香。接下来有请李一桐、郑业成带来《男儿当自强》。宝宝人生大戏，高端优萃开启。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无限精彩时刻。十三姨，我想你应该学几路擒拿手。为什么我也要学功夫啊？世事很乱，学功夫可以防万一。把手给我。来，锁住我的喉，用尽心。锁喉俯身走巨马。喂，想什么呢？啊，没什么。你先去后面。豪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风雨狂，当时铁打骨如金，虽成百千高，眼光全都是壮士败鬼。若发奋图强，做好榜。做个好汉子，
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没事吧？没事。当父亲兄大家做栋梁，做好他，用我卖点热，照出千分光。做我的好汉子，这是个长征。佛山黄飞鸿，好，恭喜李一桐、郑业成获得一分的加持。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武林故事大会来了解一下盟主和武林搭档们与武林有关的那些事。这一轮的规则是我们八位嘉宾会参与，主持人会给出我们故事的相对范围，嘉宾根据范围写出自己的故事，获得现场所有的嘉宾更多支持的故事，就可以在这一轮当中获胜。好，八大武林高手已经聚齐了，到底第一个故事大会要分享的是什么呢？请写下你人生中受过最大的误解。误解，最大的误解。打个比方，比如说别人都以为我是个花瓶。你这个比方很不恰当。不恰当的比方是误解啦，你懂不懂？所以是最大的误解。也没有这种误解。好，这个例子大家听听就算了啊，我们开始写。那这纸不够，纸不太够。因此只是误解，不显太多。懂。都写完了吗？好，写好了。好了。好，谁先讲？你说你吧。啊，我说我啊。哦。小时候呢，所有人都误解我是一个女人，女孩。啊？真的吗？他们都误解我。后来他们怎么发现你是男孩的？结婚以后了。太久了吧也。因为那把秀发壳飘啊飘啊那种的。我也被误解了，刚刚过来的路上。没有，我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你误解嘛，所谓误解就是没办法解释，向人家解释的一件事嘛。因为我从小除了长相以外呢，而且我人挺斯文的，最主要的是我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所以也免得费唇舌来帮自己辩护啊，或者什么，你说我是什么就什么了，就是还是要和自己和解就好了。对呀、啊，所以一直练下来的就变成今天的千面影帝啊。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佘诗曼老师。哦，我来请亮牌。我和黎姿不合，